那天无意中。三两百就要呀，三两百十块钱，三两百能把这下一个水果换掉，因为咱都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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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上课的话我拿红都搬掉了，对吧？就搬了很长时间吗？啊，一个，啊，一个月啊。动迁到哪个位置啊？不知道。很远的，反正很远啊，郊区啊。野生动物园。啊，浦江那边。浦江镇那头，你怎么还没搬呢？
没有谈好。好，没谈好是吧？对，坚持自己的。再见啊。Thank you.
Yeah.
我早上没到这儿给你打过好几个，我一点钟还有点。这鸡鸡嘛要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不要，我是朝阳啊，好，阿斌哥，阿斌。
中国的巧子比都不好看，这个。